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。有人说他帮唐僧取到了真经，疯了斗战胜佛，从此留在了灵山。也有人说那个成佛的根本不是他，真正的他早就死在了西行路上。还有人说西游从来都没有发生过，他只不过是说书人杜撰的一只猴子。但我要讲的故事你们一定没有听过，这个故事得从一只金蝉说起。